S 复仇之魂啊，两个晕应该是游走的、游走的成功率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吧。这两个英雄他的这个眩晕技能的话施法距离都比较短，炼金的这个晕在改版之前的话是可以摇七秒，现在只可以摇五秒、所以说炼金的这个晕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稳定先手控会很容易砸到自己的。上面那个双头龙的 ID 叫 FX， 让我想到了一个组合。什么组？我还以为你想到了 FY。 啊，那倒不至于了。是什么组合？就 Ten Seconds 和美名。太清楚了。韩国的，也是韩国的。啊，那这个的话有时间我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网管小沈姐姐。小沈姐姐，她对这方面还是很有研究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一个出门装。死亡先知各种画线、这里的话他们分路，这里是这样一个钢三吗？那这样的话前期应该是会主保这个双头龙去进行发育。双头龙在那儿画了个小圈圈说眼要插在这里，那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在这插眼呢，看一下眼在谁身上。小白还是说对面会把眼插在这，我不要来看，还是要插河道，没有听双头龙的。暗影三门表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里 30 seconds to battle， 绕了一圈什么都没有绕到。对，铺天九仙也是很早就把眼插到了，他出门没有选择跟队友一起走，就直奔这里，在这个位置插到了一个眼。对，他们现在分路也基本上很明显了，九仙的列丹，然后上面是双头龙跟小歪两个。这是双头龙是大哥吗？就前期会去保他的，然后让他尽快的出到绿鞋加梅肯，然后技能的话是会去主加这个液态火。对，液态火点塔也是很疼的。对，这样的话他们一个推进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下路这里这两个人是被看到了，很可惜啊，这个眼插的救命了，要不然的话这个一血很可能就已经消掉了。他现在根本就不下来，就在这个位置晃。对，他知道你有两个，对，我不虚你。好， A 两下表示还是先走了。虽然我不虚你，对吧？但是你有我没有队友，我还有，并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是因为我身后没人，你身后有人，是。这个液态火喷一口上来，好难受。哎，中路这里，这个死灵龙是要去下吗？这个死灵龙，我们看一下，他是刚刚拉野了，还是说刚刚有对中路动手？应该是刚刚有试图对中路消耗。可以看到他还是不想走。对，他状态并不是很满，但是前期他想和 TK 击杀 DP 的话可能性不太大。这边炼金是在野区打野的，对吧？他是在拉野，帮 Viper 把线控回来，然后自己来稍微的补一下经济和等级。可以看到这个经济和等级的话是他自己单吃的。刚说完 VS 过来强行蹭了一个石头人，看会不会抢刀，有没有素质，素质在哪里？哎，我看到他一直在车动，一直在 S， 但是很可惜，是他攻击力不如炼金高，而且炼金是一个近战，补刀有先天的优势。昨天晚上看我一个朋友在玩，然后他是有一波远古，他自己打不动，叫他们大哥过来帮他 A 几下。对，然后大哥就在那一直 S 一直 S， 然后最后一刀给他妈突然卡了一下，直接被 A 走了。这一下表示没收住。是的，没死灵龙的一个刀后脸上黄泉颤抖，但是貌似杀不掉，小歪没有能够跟上。双头龙的话也是没有学习这边炼金是去中路了。看一下，我这边应该是死掉了，直接对 First blood
trust blood. I see a great deal more. If VS just got VS, VS is able to change it. I guess just saw three people rush up and got blown. Didn't think so much.天威方是在那边插了个针眼，但是没有反到。对，这个眼是看不到的，刚好差一点。对，就差这么一点。大家看好啊，这个刁钻的差一点点。一般往下稍微再差一点点。插的话，插到这种位置就刚好可以看到。其实我看大多数人插那个假眼都喜欢插在那个针眼偏上一点点的位置。你说插假眼插在这里是吧？对，对，这个眼位是很常规的一个河道眼。哎呦，光顾着看眼上的自己是击杀了，那是双头龙四级。哎呀，我们又没有把他们的补刀面板切出来。没关系，这个大家不会去在意的。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那补刀的话，死亡先知跟屠龙都是。领先的，现在 VS 和炼金两个人是 Regeneration， 为上一集抢到了一个回复符。上路这个先知混的 Radiant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这个先知混的比九仙舒服点，他刀还多几个，丢了三个。但是毕竟他死过一次，他前期的话，其实补刀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几级，能够混到几级，然后自己不死，这个才是烈士路混的精髓。一看就是烈士路打得多。一般什么优势路经常被打成烈士路，优势路被打成烈士路也是常有发生的事情。在打路人局的时候啊，你选一个后期，然后你会发现队友刷刷刷。全部首选什么先知 TK 加末日，然后什么的就都往自己的地方一钻，然后什么野区线上各种一钻，完全没有人理你。炼金术藏在了这个位置，他把树吃开了，这样的话能够晕到，而且给到了双，但是 VS 的位置。远了，他们其实刚刚是已经在想尽办法的去避开这个眼位。是的。VS 知道如果他在这里绕后的话是肯定会被九仙发现的，他想从河道绕，但是看一下 VS 身上是没有鞋的，所以说对移动速度不太够。炼金刚刚其实那个晕已经比较完美了，但是很可惜。这个维萨吉应该是身上带眼过来了吧？哦，果然是补了一组眼，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要把河道的视野控制一下。是的。这个先知现在等级还可以。圣殿。死亡先知是做到了相位，身上还有960块。对，这个 DP 加点的话是7级，选择3级的波，然后加满级的被动。他可能觉得这个满级波和3级波只差了50点伤害，他觉得还是要这个 CD， 我是加一速。这个九仙哦，没有忍住，哦，人品非常好啊，一直有 miss， 对，一直在激发这个被动，一直 miss，这真的是老天帮你，谁都挡不住。哎，这个想要游戏但是被反杀了，对，差一点。双头龙是吃了一棵树，要不然的话应该会被仙雾。对 ，DP 这个中路还是很顺的。DP 要去上路阻止一下。他要来买一个虚无宝石，要出风障。我还以为他想要去上路呢。这个时候的 DP 应该是不会动，就把中路这条线赖住，尽早的把自己的等级和装备先积累起来。看一下上路的这个双头龙，悬浮盾牌，没肯的话还差一个回复头巾，也就500块的样子。看一下这里的毒龙反而的话是做了一个圣殿，哦，双方差不多。哦，这个双头龙还
他刚刚的钱是把身上的钱花掉了，买了一双秘法剑，把那个梅肯的卷轴强行捂开。这边是开道，但是耗了一波塔，把塔耗了一个半血。上路就是小怪上去了。这个冰是没有冰道。 对，像TK的话，离推血还有800块。血量也是被消耗了过分。这个液态火点塔真的很没有这里帮助，但是打不掉，对，没有输出，而且有小白堆着。可以看到这个液态满级的液态火点一下塔，差不多100血要掉了。 这个塔已经是可以反补了，先知反补到，看小白能不能。这个先知也要，对，但是被反补到之后，这个小白他们要哭了，眼睁睁的一块肥肉就这样溜走了，好心痛。哎，上路这两个人打的。 直接插了下来，先知开了一个大招，稍微清理一下兵线。哎，这次这个龙头的位置对了，方向对了。上次是出现八个。之前的话是弹道和后面。对，和他的朝向是相反的。大小强拿这个塔。然后地平的下。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但是这样的话，上路的塔那个尺棒是已经直接消耗掉残血了。这个塔，这个结果的话也还能接受，虽然没有推掉。看一下屠龙的梅肯，还差200块。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是应该已经好了，鸟里面哎，没有，刚刚。 双头龙是没有买恢复头巾的吧？对，但是他这个钱的话，那个塔是被反补掉的。对，这样的话就可以接受了。其实他跟屠龙的经济也还差不多。屠龙少双鞋子吧。嗯。现在也补上来了，还差一百块。现在双方都有些迷茫。 现在的话 ，DP 还是5200 领先，然后辩方是 TK 3700第一位。这里的话，风帐在手，大招还有30秒的 CD， 上路有想法。上路来了三个人，他想要守。然后这个大哥双后的话是踢去了下路。 感觉有危险，眼睛开窑，先回上屠龙一个大招，大招。这应该是这招。后路怎么？哎，这把 C 呢？好像只有3级。是。这个 C 的话是不够。上路，哎，这个塔还满着呢，这个血。对，因为 DP 大招刚刚他 CD 还没好。 瓶子飞鞋加魂剑，这 TK 基本上是前10分钟左右的必备装备。对，现在已经排到第二位。现在潘大是选择补了一个假腿。哎，先知是一个踢到后面，但是这里有真眼。 他刚刚是想杀鸡嘛，我还以为他是要杀鸡的。哎，大招来，过来一直给到了双刀龙。In thi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没有人去打。
How many times are you gonna miss? 他就是一个蛮机器人的，然后导弹和激光的等级非常有限。那这样的话，这波打下来是燕方死掉三个人，燕方死的五人死吧？对，五人死就死掉，一换三。然后维萨奇刚刚这一波是没有来，补了一下等级，他这个前期太的实在是太惨了，十三分钟现在才四级，他一直在全场游走没事做，杀不到人，所以就没有经济经验的来源，没有抽到塔，没有杀到人。小歪的话一直跟双头龙在上路，两个人双速双飞，双速双飞混得非常开心。哎，上路这个塔刚刚的话是没有掉，对，如果刚刚这个塔应该继续推上吧，他这个时候确实按常理来说应该是继续上，就是有高度来到下路，其实现在他们推哪路的话都还好，只要 DP 有大招，团战都是比较好打的。Dire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而且小歪这个大招的局限性要比 DP 大很多。对，他插在原地就不能动了。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打一个阵地战的话 ，Dire's top tower has fallen。这个先知是要做紫苑。Here's fear in your eyes. 是说这个紫苑区，紫苑穿大的话，效果应该也还可以。Dire'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 对，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加点。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但是他的二技能只加了一点。他前期输出的话，现在还是要靠 DP。他主要是去负责前面扛一下，然后再把人留住就可以。这个 DP 的话，自己偷偷的把下路塔给摸掉，然后现在燕方的话是全一塔全部被推掉，对，自己仅仅是拿到了一座上路的外塔。哎，这两个人一个双开悟，炼金大招的时间马上要到了，炼金是在憋跳刀。是要对维萨吉动手吗？感觉是有这个意思。先知飞了过来，哎，取消了，取消了，哎，还是选择传了过来。哎，框呢？他这个把那个电梯给坑了。哎，这个时候现在框队友都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框队友再不 TP 的话，你真当人家是傻子啊？你真当以为人家是打路人去吗？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卖队友，对吧？但是也分时候，你这种赤裸裸的卖的太明显了，啊，明显是要背锅的。人家是残血还在打架。对，我们卖队友讲究的是卖完之后别人还不能说我们什么。卖到人家看不出来你卖了是吧？对。哎，这个炼金。做了个假腿。直接刚刚身上是1000多块，全部消费掉了。看一下他们一个经济差异。现在 Monkey 是领先3600了。经验的话是领先1000不到。对，这场比赛人口比较少，16分钟8个人，双方都主要是集中在推塔上面。是，然后这一盘的话，这个双头龙 Dire'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推掉对面一塔之后，他的一个经济提升就变得很慢。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跟龙龙差不多，对，伯仲之间的，虽然说对方比他们领先两座外塔，是，但现在经济的话双方是已经有差将近2300了。他这个梅肯已经挽救出来，对，6-7分钟吧，差不多。而且的话他们像这个熊猫花率也并不是很好，这个跳刀叫20分钟了，也就是说除了像现在这个 TQ 的发育还可以，其他的人的话，毒龙是做了一个刃甲，对，就是要扛伤害。来，一队快来导弹我。我们应该切了，然后看他打完这个毒龙。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现
在的话，他去打一下这个巨龙还好，马上回传回家去。短战的时候，这个如果打到他身上就难受了，就刃甲一开，一个三百的伤害。对，还要触发毒龙这个毒皮。忘了是看哪个比赛，冰魂在家扔了个大，然后过了一会儿出来，好像是团战怎么样，然后直接被毒龙的皮给毒死了。结果大招莫名其妙死掉了。哎，下路这两个，哎，这样的话直接去把自己的位置暴露了。怪兽，接下来还是漂亮。看一下 OS 的位置，这个成功是没有给到。OS 这个腿有点慢的过分了，这个慢的让人不能接受啊。所以你是一双草鞋，我觉得刚刚是应该是可以走上来的。他做了个骨灰，可是骨灰里面是零。这些骨灰估计全部给大哥加掉了，自己还弄了一个半残的状态。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人头。那这个就更惨了。对，因为一定要这样黑他吗？因为这个骨灰他做出来也是靠后面一点，我们看这里。A fruit and apple。一直没有拿起来。先知是飞过来。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这样的话 ，TK 藏的位置就会减少。他可以藏的位置就只有这片树林，待会儿先知这个 CD 好了之后再把这片树给开掉。小歪的这个大招在推塔的时候也只在上路这里插过一次，后面这个大招在想推塔线是推不过去一只。这边不得不得是补了个绿血，加上这边想要推塔OS 这手锤没有给出来，DP出一下自己。哎，先知传过来了。这样的话，哎，熊猫的队友这个小安反而是自己先回家了。这样的话 ，DP 这个大招回来之后，就导弹先给一下，然后先把 DP 打跑。但是 DP 这个，先知在这个位置，他是躲了一个资源。DP 大招结束之后，自己又是满血。还要追炼金的位置，炼金身上是没有 TP 的，炼金没有 TP， 然后刚刚做了个刃甲，也是刃甲，对，他们就是想来用刃甲抬 DK 去扛这个小机器人的伤害。死亡先知做到血晶石，这个顺的真是有点恐怖。20分钟 ，Sorry friend， 中路这里，白兰地，炸掉了 TK， 小白没成功。这把是很机智的，对，没有留人的技能。Pull roots and run。这个炼金刚刚感觉有点梦游，是没有体力还是一个人在外面下线？他回家去补，对吧 ？Dire'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ire'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但是。Dire's naval tower has fallen. 没有开大，这个塔血量不多。刚刚一个中路被磨掉了很多。就是往前冲。这两个人一被沉默，好难受啊！现在这个 TP 已经有点小跑偏了。是我们看着他们一个经济领先情况已经10000加了吧？没有，居然才五，对，6000，跟刚刚差不多哎，居然。不是又拿了两座塔吗？但是刚刚打了一个1换2换3。I'm in trouble, Steve.
你这个也是对了，开了一个刃甲，整个就变得绿的。开了一个刃甲之后，潘达有点不敢跟他打，我还在放。Use the might。这个是怎么打？这是队友有没有准备下来？口误之后加上。三级被反杀了。生命活了下来。对，这个人头还是被 TK 拿到的。刚刚这一波应该是一个。之魂死了，然后电眼方式除了潘大没死掉，其他的全都死掉了。然后天辉方的话，对，全都死了一次。而双头龙这里双波狙击那个妖妖，对，我觉得反杀。那个这个巨人速度还是很快的，直接选择清了树人。Dire'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 这个炼金再不走要交了。这两个人刚刚是把下路的塔给推掉了，是一个强。 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现在夜眼方的外塔只剩上路一座。哎，死灵，这个毒龙出了死灵书。对，这边死灵书这个倒是很少见。他不应该都是吃肉吗？现在要上高，哦，先要等一个大招。现在这个先知开始有上刃甲，然后毒龙的话，感觉出一个刃甲效果也还可以。之后这种英雄的话，刃甲流会不会流行起来？我有一个朋友就非常喜欢出刃甲，他什么英雄他说就出刃甲多好。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沉默是用掉了，之前对队友在哪里？哎 ，VS 刚刚愣了一下，哎干嘛？哎兄弟，这个不合适吧 ？VS 是强行过来，这个双头龙是在中路被捉掉，这个 VS 几次感觉发挥都有失误啊。是的，然后来先是一批脚踩。杀掉了两个中的凶人。
TP。刚刚可以看到双头龙的这个大招放出来之后，这两个人很贱的开着刃甲站在火里面，是。结果双头龙自己的血量是马上降到了只有残血，然后直接过。想要留人没留到，这 DP 要是脾气不好，哎，这个龙心已经做好了呀，这个 DP 要是脾气不好的话，回头直接开一个大招。对，刚刚混乱之中小鸡被杀掉了，所以三级肯定输。上路的本来是天威放弃，对对。哎，我们看这个 TK 的经济啊，虽然说队友不是很顺，但他自己还是比较能耐心。到威胁之后，他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快的，是基本拦不住，除非说，你一直在飞出去就死掉，飞出去就死掉这样一个节奏中。然后在路人里面会经常看到一个 TK， 然后出门灵魂界，然后来这里刷远古野，刷个15分钟，刷出的威胁来，然后开始三路在线把队友全部刷崩掉。龙心。反正就是还要打个肉身，这肉身跳还有一点时间哦，开了个雾，想要绕一下，还是要蹲一下死亡先知。这里死灵龙的三级书也是好了。哦，这个 DP 是龙心之后又买了一根2700的法杖，还有刃的话也会很快。对啊，所以这个时候要提前回来刷机器人了。但是除了 TK， 别人完全不敢出门下线。这一盘的线是完全在走一个控制的路线，就是几人之后应该要不要？对，因为他没有出门，就反倒是悬念哈，对。